无牛喘月，无牛喘月是形容过分畏惧的一句比喻上的成语。江南的在古代称为无火，无牛就是江南的水牛。我本来就怕热，今天的太阳又这么大，我得赶快到水塘里去。还是躲在水里好啊，我是不是害怕太阳？啊，太阳终于下山了，我可以舒舒服服的，用不着使劲的喘息了。怎么太阳又出来了？太阳又出来了，太阳又出来了，不好啊，我得赶快躲到水塘里去。某人因为害怕某件事情，因而经常戒备，发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虚幻迹象，就立刻心神不安，害怕得很，这就叫无牛喘月。